今年是了解台北国际书展，今年中同历史台做主题。前日以色列进行主题馆，近几排开幕典礼，总统蔡英文到文化部长陈丽娟都亲身去了现场为书展开幕。 以色列土里乌团表演展由一国五方的区划，为今年16届台北国际书展来开创。今年书展没用以色列来做主题馆，书展当中的以色列展场主要的设计没用一本太行的书，同希伯来文字来呈现，过上瘾注意。所以在今年的主题展、主题国以色列精心推出的策展里面。 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今年是建国70周年，但是透过阅读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文明的源远流长。在这个展里面，不仅感受以色列创作跟出版的活力，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文化跟文明。我们提供了很漂亮的规划，包括这个动线。 很多出版商也做了很漂亮的一个展位的设计。我估计我们这6天会有超过1000场以上的读书的分享活动在这里举行。总统蔡英文同文化部长陈丽娟也同意提开幕，让人看下王书展，迎接明路苏维巴改变的民众宽恕的习惯。 总统蔡英文提献出买卖的几多个书，要鼓励大家去到书展看好书、买好书。那么我要请文化部继续支持创作者、支持出版业，除了要出版更好的内容，更要鼓励跨界合作跟科技的运用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国人多阅读、多买书。 今年书展参展的国家总共有64个，国内外参展出版社每有684间，按算提示了期盼6年的发通。他人设置替换家的时间，每加一日做地区的素材。下个新闻，陈彦玲、邱水清、林君勇特别报道。